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把段落呢，接着介绍一下啊。次346集版正说圣德分啊，这是主要的啊。如果说是像这个经开三分、续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，它有这个味道在。那么前面四首偈呢，就是续分，啊，当中啊346首半的这个偈颂啊是属于正宗，末后啊有九首偈，啊，第三段九偈，较量劝持分，这个等于说是流通分，啊，较量是比较，比较功德，啊，劝导大众啊。要受持，啊，要依教奉行。那么前面四首也分两个小段，啊，初级总名，后三开章，啊，我们先看第一首记，啊，善哉，仁者应谛听。彼诸功德不可量，我今随力说少分，又如大海一滴水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，这一首偈前半呢赞问劝听，后一半呢是谦讥少说，啊，幕后一句是以大海滴水来做比喻，啊，说次下当名，这个地方就不细说，后面呢会讲到。善哉，这一句话是赞问，啊，赞叹文殊菩萨了，代大众提问，啊，可见得提问呢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那么菩萨难道不知道吗？普贤能说141愿，难道不知道啊依教修行的功德吗？当然知道，啊，自己不说，留着给贤首菩萨说，这个用意很深了，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。贤首是摄心心满，啊，摄心菩萨圆满的果位，啊，所以他出来代表报告他自己学习的心得。所以善哉，这个意思用现在的话说，你问得太好了，啊，仁者是贤首对文殊菩萨的敬称，
这两个字在佛门里面常用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呼词啊，不晓得这种称呼是最尊敬的啊。仁者是菩萨了，我们称菩萨是梵语啊，是翻译的名称。如果称他的意思呢，就是仁者啊，从意思上翻译仁，仁者是仁慈的人呐、一个人能想到自己，就联想到别人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人呢，是两个人的意思啊，有自己就有别人呐、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，能够舍己为人，啊，牺牲自己成就别人，这是菩萨了。菩萨不容易做啊，佛经里面有一个小故事，说一个小乘阿罗汉，证得阿罗汉，非常羡慕菩萨啊，所以他就发心呢，回小向大。啊，学菩萨了，行菩萨道，就有一位天神啊看到了，故意来示现，来试验他，考验他啊，看他行不行，就变成一个很可怜的人啊，在路上哭哭啼啼的来了啊，这个罗汉看到了，问他，你怎么这么伤心啊，有什么难事啊，啊他就故意的说了啊，这是我家的老人病得很重啊，病得很重，医生诊断找不到药引子，他说要用什么东西做药引呢，他说要一个真正修行人的眼睛，难呢，到哪里去找啊，那这个罗汉一想呢，说是啊，我现在这个是这个回小向大行菩萨道了，于是把眼睛就挖了一个给他啊，挖了给他，他之后啊，大概是挖的左眼，这个人接到手上，哎呀，错了错了，我要的是右眼，不是左眼呐、啊！啊，他说你为什么早不说呢？啊，早说我还有一个眼睛，现在我多挖给你两个眼睛都没有了，啊，不容易啊，啊，再把这个眼睛又挖出来给他。这个人接在手上之后闻一闻，不好闻，算了，丢在地上去就走了。罗汉听到之后啊，算了，菩萨道真难行啊，还是就当阿罗汉去。说明啊，菩萨不容易啊。啊，受不了委屈，经不起考验，就退转了。佛经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这是称仁者，应谛听。
那我们在此地就看到彼此双方都谦虚啊，应该谛听啊，这个应谛听里面含义很深啊，携手对文殊，文殊是等觉菩萨，携手是实性位的菩萨了啊，讲的是真实法，完全与法性相应啊，应该谛听啊，这个谛用现在的话说，仔细的听，认真的听啊。那我们初学的人看到贤首对文殊都叫应谛听，我们要不要谛听呢？实在讲，普贤菩萨的问是力要有情问，不是他不知道，他是带我们这些有情众生发问的啊，这是现身说法了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。我们今天常讲啊，学为人师，行身为行为示范啊，真正行菩萨道的人处处都要想到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啊。文殊菩萨在此地都是恭恭敬敬认真仔细在听，其他的人哪个不认真？哪个不认真学习呢？啊，是古代的帝王啊，我们现在常常一提起来，人家说那是专制，那是封建，以一种非常轻视的心态来看待，错了。难道说古时候古圣先贤都不是好人？现在人个个都是好人，个个人都超过古圣先贤吗？啊，那个封建专制再不好，它有一样好处，这些做帝王的人都常常离情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学者专家到宫廷里面去上课讲学啊，帝王带着嫔妃、大臣在那里听课啊，就是，哎，善哉仁者应谛听呐。啊，难道这些讲的人真的超过帝王吗？未必。帝王要做出好榜样，你看我们做国王，国家的领导人都在接受老师的教诲，都这样认真努力在学习，做给天下人看呐，做给人民看呐，人民看了之后上行下效啊，啊，上面这样爱好学习，让全国人民通通都提起学习的风气，所以国家社会
长治久安呢？人民贫富不均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不可能到贫富平均的啊！这佛讲得很好，什么原因呢？每一个人修的因不同，果报怎么会相同呢？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到这个世界来是两种业力啊！啊，一种叫引业，引导你到这一道来啊。受生啊，这是叫隐业。那我们度的人生，现在都是以人的身份住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这个业是相同的啊，隐业相同的。可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命运不同，际遇不同，有贫富贵贱不一样啊！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满业，这是另外一个原因。满业，满业是你过去所修的福报不相同啊！这佛经上讲的清楚啊！啊，你这一生有财富，这命里有财富啊，发大财啊！啊，亿万富翁啊！啊，这怎么回事情？为什么你发财，别人发不了呢？你过去生中啊，修法布施啊，修财布施得的果报。啊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吗？如果这一生当中你聪明智慧超人。啊，物质生活也能过得去，并不很富足。那什么，过去生中修的法布施，法布施是因呢，聪明智慧是果报啊。这一生当中健康长寿，健康长寿是果报。过去生中修无为布施。如果过去生中这三种布施通通修，修得都不错，哎呀，那你的福报太大了啊！有富贵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又有健康长寿。我们在中国帝王里面看到啊，康熙、乾隆啊，这两个人真的三种布施果报啊，我们看到了啊。佛跟我们讲嘛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啊。你要晓得你前生修的什么因，你这一生所受的果报就是的啊。那乾隆跟康熙真的啊，富贵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过去生中这三样东西修得圆满了，得这么大的福报啊！啊，那我们要想有他那样福报，行不行呢？行，不难，只要你肯修。啊，你今生很认真努力修，你来生福报就现前了。种什么样的因啊，得什么样的果啊？不种因，想得果报，没这个道理。佛讲的透彻，佛讲的明白。底下一句说：“彼诸功德不可量。”彼是指修进行的这些人
啊，修净行的都菩萨了。就是前面一品所说的141愿啊，我们在前一品讲得很清楚啊，这141愿就是普贤十大愿王的落实，做到了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落实在对一切人事物当中啊，啊，141条说的是大纲，每一条展开，无量无边的悉心呐，无量无边的功德了，所以说。彼诸功德不可量啊，哪能说得尽啊，量是度量啊，说不尽的功德了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修成之后永不退转，啊，我们今天这初学有进有退，为什么会退？前面李长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啊，为什么不退？念念与法性相应，他就不退了；与诸法实相相应，啊，就永无退转。如果我们的法心啊，是从意识里面发的心，那就很容易退转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底下一句，我今随列说少分，这一句是谦虚啊！啊，随自己的能力啊，只能说少分的 啊，换一句话说。那个不可称量的功德，我没有能力完全说出来。啊，陈蒙、文殊菩萨的提问，我只能说少分。少到什么程度呢？下面用个比喻来说，又如大海一滴水。修进行的人，他的功德像大海，我今天能说得出来的呢，是不过是大海一滴水而已。用比喻来形容他所说的少分聪明人，从这一滴水里面就得大海权威也，啊，这手机是暂问群体，啊，下面这个三首呢，这是这一品经的序分，是贤首菩萨了所说的。
我们把这个三首偈先念一遍啊。若有菩萨初发心，誓求当证佛菩提，彼至功德无边际，不可称量无余等，何况无量无边界，具修地度诸功德，设法一切诸如来，悉供称扬不能尽。如是无边大功德，我今于中说少分。譬如鸟足所履空啊，亦如大地一微尘。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注的这个文呢，我就相当之长啊。那我们的学习都在清凉苏超当中啊。我们先看清凉大师对这段文的交代啊。苏以发心之德，夸除修行，巧显深广啊。那这就是以发心这个德，发心的德已经不可思议了啊，来欲旷修行啊，善巧方便显示功德的深广无尽的于中啊。这个就是于这三首偈之中，初啊，初就是第二首偈。第二首偈，举发心章，次偈就第三首偈，宽处修行章，初心弃欲当证，得以破量啊，就是不可思量。况常识入位变修，故多佛不能尽说。不但是贤首菩萨了没法子说，就是一切诸佛异口同音的称说也说之不尽啊。后记就是第四记，许设分析，那前半法书啊，如是者，这就是这首偈最初的这两个字啊，双指发心修行，下文句写。前文双文啊，啊，后半喻明啊，后半就是最后这两句，譬如鸟足所履空，亦如大地一微尘呐，这是比喻啊。比喻里面有两个意思啊，闲喻少分，为发心行得如太空大地，所说的下如足履一尘
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这第一首偈，若有菩萨初发心，这个初发心就是实心啊，实心菩萨的初发心啊，这个心是真心。我们常讲真心切愿，他发的是什么心呢？誓求当真佛菩提。这个发心呢，简单的说，他要发心作佛，他要发心在这一生当中成佛，这得了啊！这个心一发了，功德就没有边际啊。没有法子成熟啊，这是大乘圆教啊，所以发心就这么大的功德啊，能不能成就呢？能啊。所以诸位啊，如果要是细心去读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，你就明白啊，一个人如果真正发心求生净土，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啊，像我们前面讲的地贤法师的那个锅炉匠的徒弟，早年谭虚法师给我们说的极乐寺往生的修无法师，啊，最近啊，深圳呢念佛往生的黄忠昌居士，不但发心功德无量，他们真成就了，十方诸佛赞他的功德都赞不尽啊。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成就呢？没有别的，真心啊，没有丝毫妄念夹杂在其中，这个心纯啊。啊，那度众生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，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啊。我到极乐世界去不是干别的事情啊，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那个成就不可思议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换一个环境好好的修行啊，修成之后道家慈航到这个世间来普度众生啊，我们跟这个世间众生有缘吗？啊，缘是什么呢？有爱心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真正的爱这个地球，真正的爱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
啊，你也懂得自爱，自爱就是依教修行，做出好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自己戒定慧三学不足啊，法缘还没有完全成熟啊，缘已经结了，一发心就结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去打个转。啊，学成之后有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回来才普度众生呐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一生圆满成佛。啊，华严到最后，你要记住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是古大德曾经说，华严发华了，皆是引导入无量寿。啊，把无量寿经看作世尊，在这个世间，啊，49年讲经说法最重要的一部经典。啊，最后的归宿在无量寿啊！啊，华严佛华了，皆是无量寿的引导啊！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自己学佛，我也跟诸位做过多次的报告啊！啊，最初对佛法的羡慕。羡慕他的理论呢、啊？啊，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，对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，真实智慧。啊，华严经是佛经哲学概论呢、啊，啊，这都我从他那学来的。啊，接触到之后，尤其是跟张家大师参禅，啊，张家大师对我做的是扎根教育。啊，总的纲领是看破、放下、布施。最重要的指导，重视戒律。啊，我在那个阶段年轻啊，疏忽了戒律啊。啊，他有他的善巧方便。啊，并不很严厉的制止，啊，说我这是错了，啊，年轻人有自尊心啊，啊，你要老是说我错了，我下次就不来了，啊，所以老人非常慈悲呀，啊，我知道我对戒律没兴趣，不谈这个问题，这个很了不起，啊，而谈什么呢？谈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看看释迦牟尼佛，你看持戒、得定、开悟，让我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啊，体会还不深刻，最后是表演一招什么？他老人家入半涅槃了，走了，
啊，我们失掉这个老师了，失掉这个老师，自己才很认真反省。啊，老师教我三年，我学的什么？这一反省当中啊，嗨，第一个印象浮出来的，戒律很重要。这是平常，他对我轻描淡写一句话。啊，每次上课我离开的时候，大多数他老人家会送我到门口，啊，轻轻说一句：“戒律很重要。”所以一反省呢，这一句话的时候，马上就冒出来了，然后想。老师为什么常常说这句话，而我自己完全把它疏忽了啊？想了一两个星期才想懂了，明白了啊，戒律跟世间的跟儒家的礼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们过去呢，总把戒律啊，跟儒家的礼啊是平等看待，啊，这个看法错误。啊，礼是世间法了，世间人的生活规范呐，这个世间一切都在变呐，啊，所以礼呀，那中国古代三代的礼就不一样啊。就有心有格啊，正如同世间的宪法法律啊，过若干年这个社会不太适应了，要修订心格，就是修订啊，所以夏商周的礼不一样，我们以前把这个戒律认为那是三千年前古代的印度人的生活规范，所以对他很尊重，但是不学，他说我们是现代人，三千年后啊，中国人怎么能够适应三千年前印度啊这些古人的生活规范啊，这一个错误观念让我们跟这个戒律啊就断了缘了啊，这个缘一断呢，学什么都不能成就啊，所以大师走，我知道这为我走啊，视线给我看了，让我认真去反省了，明白了，戒律不是世间法，而是什么呢？繁盛的分水岭啊，你要超凡入圣，那你就修戒律啊，你不想超越六道行，这个世间你是可以了啊，戒律可以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，可以帮助你超越十法界，这个重要了啊，您想通这一点，我这再回过头来看戒律的经典啊，不敢疏忽了啊，然后这亲近李老师啊，李老师要求学生学习五种仪规，五种仪规，第一种同盟养正啊，这个弟子规就包括在这一部分里面老师没给我们讲啊，叫我们自修，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向老师请法
通常我们请罚一次，老师就会答应。而我这次请罚，大概是第六次，他老人家才答应。请的什么罚呢？请他老人家为我们讲《礼记》第一篇呢，《去礼》。我请的时候他不作声，听了之后没反应，以后碰到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搞到第六次，好吧，我跟你们讲吧，反正讲了也没用，怎么会没用呢？你不学吗？不照做吗？我们才知道老师那个用意啊，用意是我讲你要肯做到，这么个意思。哎呀，做不到呢，做不到不就白讲了吗？啊，去礼里面所说的全是弟子规，啊，可以说这是根本的戒律啊。我们在佛藏经里面读到，这佛说的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你啊。佛希望你按部就班呢，循序渐进呢。啊，先学小乘。可是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就不重视小乘，不学小乘。那为什么不学呢？中国无论出家在家，用儒代替，用道代替，啊，所以孔孟老庄啊，古时候啊，啊，在家的居士。出家的这些四众啊，没有不学的，他有这个根，直接入大乘没有问题啊。可是在今天的社会，小乘我们不学，儒没有了，道也没有了，直接就想入大乘，所以啊，用一生的经历，几十年的时间不能成就啊！原因什么？好像盖大楼一样，理想计划很高啊！啊，认真努力啊，盖一辈子都盖不成功啊！什么原因还不知道？实在讲。地基没有啊，没有地基的房子搭个茅棚可以，你盖个两层楼就有危险，三层以上一定会倒崩塌下来。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所以极力劝勉大家要做扎根的学习啊，务必把《弟子规》里面360句。句句落实，要做到。太上感应篇要做到，十善业道经要做到。啊，这个都是在入佛门之前的
预备的功课，你没有这个条件，不能入佛门。净宗学会成立，我们从经论上采取制定行门的纲领啊，就是修行的纲领。第一条是最高的指导原则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的净业三福啊，这最高指导原则。你看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第一条不是佛法，世间法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佛法是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是出世间法，出世法是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。啊，世间法你都不懂，都做不到，出世间法，那你就是无从下手了。孝亲尊师就是弟子规啊，慈心不杀，就是感应篇啊，修十善业就是十善业道经啊。你看这个头一条四句，儒释道啊三家的根，你先要学好，学好之后啊，你才有资格升级，升到第二愿，这个第二条啊。第二条你看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，对，孝成。第三句是大乘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心者，这是我们总的指导纲领啊！啊，那前面的四句，啊，现在我们怎么落实呢？啊，我提供诸位同学的，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必修课啊，印光大师还给我们做了补充教材，补充教材里面有《了凡四训》，有《于敬义玉造神集》，有《文昌帝君胤祉文》，补充教材啊，这些都要纯熟啊，条条都是百分之百的落实啊，你才能往上提升啊。啊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大臣说的天花乱坠。套李老师一句话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这个讲经说法是福报，啊，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啊，功德是修戒定慧，是断贪嗔痴。啊，你自己想想看，自私自利有没有？是非人我有没有？
名闻利养有没有？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有没有？通通具足。那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你所做的轮回心造轮回业，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？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